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天空葡萄园，我是葡萄。今天我们来继续实况上次的一万个元。然后大家应该会有发现，我的界面就是画面有一些不一样了吧？怎样的不一样呢？就是大家有看到这个画木材吗？画木材的感觉是不是跟之前不太一样了？这是因为我的材质包已经换了，就是更新到比较 1.8 以后的版本了。对，因为材质包这种东西嘛，它如果你版本太旧的话，它有些更新之后的东西，它的就是一些比较后面更新出来的，然后你材质包太旧，它有些就是不会有材质包，就不会有它那个效果，所以随时更换材质包也是也蛮重要的、啊。然后里面有些东西 也有变啊，像比如说这个生羊肉，之前羊肉跟现在羊肉不太一样吧？不过这不像生羊肉，我觉得感觉像比较像牛肉哎、欸。好，那我先来看一下它那个生羊肉，它烧烤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哎、欸。然后大家也有看到我的附魔武器，以前是发射比较蓝色的光，现在是发射比较紫色的光了，大家有看到吧？现在都是比较紫色的光。然后这些铁镐啊，这铁镐之前损坏我有先修过了，然后它的那个颜色也有变，颜色啊也有变哦，嗯，有变就变成比较紫色，感觉有更那个，哎，那这是什么？着火的，哎，着火那个吧，就是。变成紫色，感觉比较有那个魔性在耶，就那个魔性。好，这个是烤羊肉，烤羊肉我比较像那个哎，烤牛排一样。OK， 那我们今天一样要来探险，去哪里探险呢？我们今天要来去那个去雪岛下面的洞窟。嗯，上次在沼泽岛那边已经探索完毕了，那我们今天就是来雪岛这边的洞窟。雪岛这边的洞窟嘛，来看一下这边哦。先把剑拿好，然后树苗就直接丢了。火把的话还够，沙子哎、欸，沙子哎、欸，沙子是刚，对不起，噎到口水。就是哎、欸，我有时候会去整理一下我这座岛的一些地皮啊，然后就是有时候会挖一些东西。OK， 那哎、欸，这是僵尸哎、欸，旁边的话哎。欸要找一个比较好进去的地方，好进去的话，哎、欸，好像这边就是这边了吧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边有绿宝石哎、欸，那我先来这边挖一下哦、喔。嘿，绿宝石就用神域之镐。哦，还有，是哦。OK， 那我们，哦，什么声音？准备先来这边，就这里了。嘿。哦，吓到我！居然没有怪，这边居然没有怪，没有怪吗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有废矿坑的那个哎、欸。哦，好吧，先插火把，避免这边生怪。然后我们来挖一下我的这边铁矿，是有铁矿的话，一直都就是怎么用都用不完的样子哎、欸。OK， 这个沙子我要这个我要给它这样子。OK， 摆起来。OK， 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这块铁矿，我就不挖了，我怕它那水又流出来。然后是，哎、欸，这边也有那个绿宝石。哦，这个绿宝石，哎、欸，还蛮丰富的哎。OK， 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哎、欸，旁边有怪的声音，感觉一开始就要准备来战斗了。没关系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随时准备各个挑战。肚子饿，先吃配点生猪肉。嗯，然后来看一下这边的，喂，嗯，这边有水，那我就往上面过去好了。喂，哪边有怪？哦，那边有怪，好恐怖的感觉啊！而且还有 Enderman 哎、欸，这边的水我就给它堵起来了。嘿，堵起来！嘿，果然一开始要准备来战斗了。嘿，哎、欸，怎么不敢过来啊？嘿，哈，怎样？哈是什么意思？我刚才听到那个、欸、村民的声音、欸，哎、欸，哎，等一下，村民会不会是只是上面那一个、啊？村民会不会是上面的？
哦，那边有那个哦，有那个生怪砖。等一下，哦，等一下，卡住，卡住，卡住。嗯，这边铁，这边那个我也把铁什么那个铁轨把它回收好了。还有那个，哎，这边还有那个铁矿，来挖一下。OK， 哎，还有那个哎，绿宝石好多哦，是哟、哦。哎，而且这边哎，为什么这边会？嘿，这样子哎，叠起来了。OK， 那这边的绿宝石哦，好多、哦，超多绿宝石。其实，在麦块服里面，绿宝石就是拿来跟村民换东西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啊。哇塞，而且用神域之镐，那产量根本就大大增加了。OK， 来看一下这边，哦，我得小心这边。哈的话，这边可能就是上面就是那个村民的那个哦。哦，这个这边废矿感觉。哦，这感觉，哦，等一下，为什么？哎，苦力怕还有？喂，等一下，我会被迷雾了。哦，哦，等一下，我刚刚看到那个在哪里啊？我记得刚刚看到一个那个洞穴蜘蛛，好像洞穴蜘蛛的神怪装吧。OK， 先来挖一下这个。还有哎、欸，哇，超多的。哦，我已经听到那嘶嘶嘶的声音，那就是蜘蛛。好一个念蜘蛛。我、哦、这边还有那个、欸，哇塞，好多、哦。哎、欸，来看一下这边，哎、欸，哇，绿宝石，碎。果然是洞穴蜘蛛。哦，洞穴蜘蛛的神怪装在下面。不过这神怪装我就直接给它烤爆。怎么那么多那个啊？蜘蛛网。OK， 好，这个时候在下面再插火把，然后把这些蜘蛛网给打掉。你跟我说还有哎、欸，好，那来看一下。不过在岛下面居然还有废矿，废矿，嗯，这些蜘蛛网也要把它给打掉一下，不然我可不想被粘在上面，然后让自己悲剧了。OK， 这边还有那铁轨，铁轨我就把它回收一下哦，顺便回去可以做点东西。还有这边铁轨的话，我先用镐子来挖会比较快一点。不过这是一般的铁轨，它没有任何动力啊。所以，动力铁轨的话，我不知道这边也会不会有哎、欸。然后，哎、欸，我刚才探索到那边，哎、欸，对，这边已经，哦，哦，那边还有一只蜘蛛吧？哎、欸，没有，哦，好吧，那我先，哎、欸，我先，它好像在地，哎、欸，我先把最上层给探索完毕好了，这边都那个。那边还有一个是那个、欸，哇，好恐怖、喔！我得小心一点。嗯，好吧，我看一下是上面还有哪边没探索到哎、欸。嗯，没有，这边，哎、欸，这边。OK， 好。什么声音？这声音让我不舒服。嗯。OK， 来叠一下。嘿，青金石。青金石不挖了，嗯，那边，哦，感觉超危险的，超级危险的，哎、欸，好吧，那我看一下这边的，这边木材我也回收一下好了，我现在会用到吧 ，OK， 来回收一下木材，什么声音 ？Enderman。然后，哎，哪边还没有探，还没有插火把？哎，这边，哦，那蜘蛛的声音真的有够，但我觉得好恶心！哇靠，蜘蛛的声音好恶心啊！再看一下，哎，下面，我记得我刚刚是对，是从这边，那还有这边还有那个吗？哎，哦，这个给它挖掉，
哦，这边还有路，果然还有路。什么声音？哦，那边果然是那个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不过这是一般的蜘蛛。哦，这边也有那个。等一下，我得小心一点。哦，果然，不过这是一般的蜘蛛而已，这不是什么洞穴蜘蛛。哦，我记得还有个神怪装，好像在下面吧。对，我记得好像还有个神怪装在下面。拜托不要洞穴蜘蛛的神怪装就好。洞穴蜘蛛的话，它体积很小，然后它被它咬到还会中毒，中毒的话就比较麻烦一点哦。然后我看一下这边，哎，嗯，这边好像都 OK。我记得刚刚好像有在那边看到绿宝石，嗯。铁矿，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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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边还有，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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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、欸，超多铁矿的哎、欸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刚刚破土了。OK，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怎么办？哎、欸，还有这个铁矿，不过我耐久度。搞真耐久度马上就要快没哎，怎么那么夸张？哎、欸，好吧，那我看一下这边。嗯，我记得哎、欸，哦，这边还有那个哦。好，来，等一下，让我堵一下，堵，把这水堵住。嘿，上面也是水，而且这边蜘蛛的声音好多哦。哦。嘿，嘿，这边哪里？感觉像是，嗯，哦，这边好多僵尸。嘿，看一下这边，就是煤炭之类的。嗯，煤炭，好，来看一下，哎、欸，这边插火把。然后，嗯，这边看过了。然后，哎、欸。这边这个我要给他，哎，等一下我拿错东西了，应该要拿那个，哎，等一下，让我堵住这里。哦呦呦，而且上面哎听起来感觉，哦，那蜘蛛的声音真好恶心哦，不舒服了。嗯，这边，嗯，好吧，这边都探索过。对，这边是我来的地方，探索过了。上层的话感觉都差不多了。接下来就是下层的部分，然后下面嘛，对，应该是这个位置。哦，嘿，哦，我看到那个神怪砖。哦，可是那边好多那个、哦，我就知道那个是那个，让我敲爆那个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怎么打靠不到他？哎呦，把他靠爆了，是呀、啊。等一下，魁帕，哦，哪里？魁帕在哪里？哦，就 kill boy 呢？哦，而且我听到要轰一声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哎、欸，等一下。哦，哎，等一下，我等下 Windows 说要重新启动，哎，怎么办？哎，完了，有突发状况，我 Windows 等一下要先重新启动，哎，因为它更新好了，啊，我忘记了，好吧，等一下我可能这集会先，哎，先探索个一半，然后下一集再那个好了，哦，等一下。谁？呼！哪边？哦，居然敢偷袭我！哦，果然下面有那个。哦，等下那边有那巫婆哦。
巫婆，巫婆。OK， 那，这边的那个，有的没的哦，可以。喂，哦，管有那个护工在下面。喂，护工你出来。喂，有。OK， 冲过去。洞穴蜘蛛，喂，这边铁轨，好。哇塞，我想我应该可以在家做一个矿车的那个哦。看一下这边，火把就拿来做了。OK， 那来看一下，这个糖，然后这是什么水啊？立即治疗，那我还。历史治疗的话，我可以拿来用一下。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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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也有那个洞窟。这边哪里？喂，喂，我得小心一点。那边有一个好大的瀑布的样子。看一下这边下面的话，等一下，我先把上层给探索完毕好了，不要那个探索到一半那一种。OK， 对，这边还没有那个哦。等一下，我记得这边对，刚刚这边有一只。OK， 这个给它堵起来。为什么一直有爆炸声音？为什么刚才会有个蹦的声音啊？我应该没有那个啊。OK， 来看一下这边。好恐怖啊！等一下，这边。那这是什么？护弓箭手。然后，那个，为什么那个？会不会是这边那个很多？这边那边的感觉就非常的恐怖危险，得先堵住那个水啊！让我堵住那个水，那个水，洞穴蜘蛛，那蜘蛛的眼睛真的长好恶心哦。等一下，为什么会有爆炸声音啊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中毒！中毒！好痛啊！好痛！哇，一直中毒。不过这中毒效果不会很深啊，所以没事。嘿！把你杀死！我用错了。这边还有一只，怎么多 ？OK， 刚刚 Windows 说在14分之后启动，我得，先动作加快，至少等一下，这是什么？哇靠！这边会不会太多那个啊？这边的有点太多吧？蜘蛛网好多，而且这只蜘蛛还想过来。有，杀死了！那边还有一只蜘蛛。毒蜘蛛！哎呀！怪！我中毒了！等一下，中毒！怎么办？我需要牛奶。哪有那么多牛奶啊？
OK。哦，这边的话，下面，等下，这边应该不会有怪物射我吧 ？OK， 那我来挖一下这边绿宝石，什么东西 ？OK， 好，那还有哪边？哪边？我记得这边，哇塞，这边，等一下，哪边哪边？这边，哦，这个声音让我不舒服啊！等一下，这只，我看到那只英德妹了吗？还有哪边？上面的话也 OK， 也探索完了。我记得刚刚是就是从上面过来的，对，探索完了。好，那我来看一下这边。哦，等一下，他为什么从那边过来？可恶！等一下，让我回。我等一下，我不能从这，我怕从这边下去我就GG了、欸。我从我另一边过去好了。等一下，这边的铁罐也要挖一下。OK， 好。OK， 来看一下这边。上层好像快要探索完毕了、欸。这是感觉进度有点快了。还是因为我运动是要更新的关系哦。这边的话，这只ender我这样挖过来，然后嘿，等一下，上面也有那个路哦。上面路是哪里？奇怪哦，上面我已经探索过了，这边好像是那个等一下，我捡不起来了。我靠，我蜘蛛网会不会太多一点啊？这是 Enderman， 对不起，我只好把你让你下去了。OK， 那我们看一下这边的话。哦，那这边对面感觉随时会找我报仇的样子。我刚刚好像在这边看到绿宝石，哦，绿宝石在那边，我原来在这上面哦。OK， 来，不过这个时候我要先把这边堵一下，堵起那个。OK， 这样子的话我就不会掉下去。等一下我拿错，我先对，我拿对了。OK， 那边还有一个挖得到。OK， 原来蜘蛛，原来经验球也会被那个蜘蛛网给黏住，而且我的这把剑快要爆掉了，怎么这打蜘蛛网的耐久度会掉那么多、哦？我还不知道哎。哇塞，而且下面感觉好危险，怎么办？下面怎么办？感觉路让我下去吗？好吧，那我们这期我这次不算绕跑、哦，我是因为 Windows 要更新，所以没办法，好吧。OK， 先在这边结尾好了。OK， 那我们这一集的实况就到这边。如果你喜欢我影片，请帮我按个喜欢。想在我想我应该不用念了，反正就喜欢我影片就按个喜欢吧。想在第一时间知道我出片就按个订阅吧。那我。我们等我 Windows 更新好之后，我会再继续出片的。好，拜拜。